啊，那个进站啊，进站直接找 boss 啊，进站值怎么贴？去准备，倒数三二一，踢开。来，全伤，远程都过来，都进，远程都进，包括奶妈都进。这样的话，好，提把拉到那个2号点去啊，然后所有人去10号点，抱团报警，所有人去10号点抱团报警，暴雷打就行了。然后再采种子准备，来，都去采种子，不要打 boss 了，都去找种子采去。现在是采种子时间，不是打 boss 时间。采完回直接打。来，两个引导虫子的去，两个 T 可以就位了啊。然后一样啊，还是大师 T 先把带到人群中，然后大师，然后奶妈奶好大师 T 的血，然后一段注意啊，那个他，哎，就一个吗？没事，来大师 T 带到人群中，直接带过来。来，所有人转转转，都转都转都转转斧头转斧头转斧头斧头斧头，哦，种子采完了，OK，那个天赐 T 把带过来。天色地把带过来，奶妈奶天色开减伤啊，开伤啊！来，所有人转火，立刻转火，都转火，都转。奶妈看天色地的血，没事。一段，二段，断，三段，断，漂亮。那个，等一下啊，等这波种子采完，然后那个龙川川把那个。把那个天赐 T 拉起来啊！这波种子采完，龙川川把 T 拉起来，所有人采一下龙川川那个花。你站在人群中去拉啊！来，都去采种子，都去采种子，都去采种子。这波跟采种子就采种子，不要打 boss，都去找种子采去。来，龙川川把那个天赐 T 拉起来，然后其他人帮忙采他的花。龙川川把天赐 T 拉起来，来，所有人帮忙采他的花。帮忙采他的花，龙川川看龙川川附近有没有花，帮忙采。奶妈奶好奶他奶爆他那个龙川川的血，奶妈奶爆龙川川的血，奶不上吗？你没点秘籍吗？花没有吗？奶妈奶他的血，你没点秘籍吗？哎呦，你估计是没点秘籍。哇，这么暴力，都快打完了。基本就一波一波一波。